有时候节目确实能让你沉迷。啊，终于结束了。每个粉丝都不一样，有足球迷、疯狂的粉丝、名人粉丝、真正的犯罪粉丝、咖啡爱好者、喜欢狗狗的人、说唱粉丝，甚至还有石头粉丝。你喜欢什么呢？芜湖的新视频讲述的是各种各样的热爱。今天心理学家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非常高兴的病人，他一直在笑，等不及要告诉你他著名的敲门笑话，多么好笑的喜剧演员。漫画粉丝有时会有点过，这个小丑几乎把他的房子烧了，而他的邻居美国队长粉丝讨厌他的私人空间被侵犯。哦天哪，我想我们要看一部新电影了，美国队长对战小丑内战。我们的下一个客户的问题非常明显，他是流行趋势的铁杆粉丝，流行趋势可能非常善变。这个流行歌星粉丝的房间里满是艾丽安娜·格兰德的照片。乔治，看这个新视频，我喜欢艾丽安娜，赞赞赞，接受我所有的赞，天使，他们都是给你的。嗨嗨。但是他的朋友带来了一些坏消息，艾丽安娜不在时尚了，现在另一位明星很受欢迎。再见老朋友，从今天开始我粉必离艾丽许。做一个足球爱好者是很难的，它需要很多能量，你需要跳起来尖叫，全力以赴。这些朋友支持不同的足球队，但是他们俩都喜欢同一件事，足球。但是女孩们并不总是能理解，你就在球门前面，走开，离足球场远点儿。足球迷即使在心理学家的办公室也不会忘记公平比赛的规则。哦，我的膝盖，对不起先生，我知道你在假装黄牌。猜猜这是谁？喜欢狗狗的人当然是，他的狗是世界上最好的宠物。哦，看他们有类似的 T 恤，太可爱了。谁是爸爸最好的小男孩？谁是最可爱的小宝贝？我毛茸茸的天使。注意，把手上有细菌，双重剂量的抗菌剂，你可以继续打开它。嗨，一点消毒液，我们就可以握手了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上一次清洁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应该没有，不用担心，我带来了我自己的，这样好多了。开始吧。等等，让我猜猜，你是清洁的粉丝吧？我们的下一个客户来自石器时代，他喜欢石头，请坐，小石头，没有树皮。对不起，他不喜欢治疗师。早上好，石头，你睡得怎么样？你得到足够的休息了吗？我甜美的小石头。这个架子里满是石头，自中生代以来，其中一些石头就在这里，极为罕见。石头，准备好，我们要去散步。今天午餐要吃什么？石头，坐下，我们来做石头千层面。我们会用最坚硬的品种，加上盐调味，加热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年轻人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对不起，我必须接这个。那是三星手机吗？哦，不，心脏病发作啊！我明白了，我会写下你的病情名称，铁杆苹果迷。在厨房里，他给每个苹果正确的形状，然后他把房间变成了苹果博物馆。我甜甜的苹果，
真是大丰收啊。哦，有人打电话，拿部手机，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。哎呀，我找到了，谢谢史蒂夫。耶，是他，咖啡爱好者，你可以分辨出来他，因为他闻起来像咖啡而不像科隆香水。对不起，请给我一些咖啡，100%的阿拉比卡咖啡，没有添加剂，最优质的咖啡豆是在哥斯达黎加手工采收的。你做什么？那是错误的豆子类型，这里有阿根廷的咖啡豆，你不知道怎么泡咖啡，你也真是让所有的咖啡师尴尬。我的邻居更糟，你要在咖啡中加糖吗？这什么速溶咖啡？我不会让你毁掉你的咖啡味蕾的。给你，拿着这个，它比钱更值。接下来在心理治疗师的办公室的是夏洛特·福尔摩斯小姐，很明显她喜欢侦探节目和谋杀谜团。儿子，做你的作业，妈妈会给你做晚饭。但是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，不幸的是你无法对妈妈隐瞒任何东西。是夏洛特·福尔摩斯介入的时候了，这个房间充满了玩乐的气氛。电脑很烫，笔记本闻起来不像家庭作业的味道，你不能欺骗你的侦探母亲。等等，我闻到什么东西烧焦了。推理表明我正在做的晚餐烧焦了。哦哦，真正的说唱爱好者会想尽办法出名的。锡纸，还有一个小孩的玩具枪。哟哟哟，朋友们，我是这个街区最酷的说唱歌手。此外，标记上纹身，现在我更像了。但是爸爸对现代音乐一无所知。收拾你的房间，然后擦掉你脸上的脏东西。谁兄弟，你想去谁的房间？你的脏腿离这里远点。最后一步是把说唱歌手送到心理治疗师那里，也许这会有帮助。这是一个传奇的 UFC 明星的新闻发布会，世界冠军正在接受采访，这是一个接近他的机会。哦，是的，这是我发光的时候了，终于和我的偶像拍照了。我已经等这个等了3个赛季了。哦不，我和他唯一的自拍照，他看起来像被一辆打冰机撞倒了。这一回合我输了。这是谁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触目触目的另一个年轻的粉丝，他把所有的视频都记住了，而且非常喜欢红发。我长大以后也许我们会结婚。你知道吗，哥们儿，这很正常，每个人都应该对某件事充满热情。认识一下维克多·劳力士，他是著名的摇滚明星，这是他的头号粉丝。哇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偶像要来我的城市了。劳力士先生，你可以给我签名吗？我喜欢你的工作。哦，哇哦，这真的是他的笔记。哇，看看这个，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正在喝咖啡。我可以把你的头发当作纪念品吗？劳力士先生，我只想看着你吃东西。
要害怕，我不咬人。哦，我吓到他了，至少仍然闻起来像他。他用这张餐巾擦了他著名的嘴唇。我的收藏完成了，我的维克多劳力士祭坛有他的亲笔签名，他的唇印和他的一束头发，我的宝贝。救命，一个疯狂的女粉丝正在跟踪我。哦天哪，又是她。你是否喜欢我们拍的当粉丝是什么样的感觉的故事呢？在下面的评论中写下你的朋友是否超级粉什么东西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乌故事上新的相关的视频哦。